的阵型。好，随着本场比赛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的比赛正式开打。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贵州春招全国美食邀请赛给大家带来的口寨村欧飞东美食足球队对阵贵阳花溪牛肉粉足球队。66号杨哲，22号王文平，21号杨文阳，14号杨俊杰，8号的郑玉。好，现在双方的比赛开始之后啊，都在中场进球。罗凯、杨志文、董俊宏、周游、郑学俊以及谭振维，他们的队长应该是13号周清波。好，看一下这次口赛的进攻。能不能被对手抓到之后积极的拼抢，将球拿回来？目前在中场一直在双方的脚下互换。好，这一次的长传，这个向前拼抢，看看漂亮的拼接。但是后卫防守队员给了第二指令。好，还在拿球。我请求很多的反击，这次的进球非常不错。有人吗？来，不能拿前场拿。哎，就是这个明显的越位。哎，这次的传球比越位太明显了。对。对，在传球的一瞬间，接球的队员处于越位的位置，边裁防守队员已经将位置给站好了，封堵了这一次的打门。对，曾俊丹这个球啊，出得很聪明，他其实本来拿球第一下他就想传，但是自己队友呢，叫上换位以后，给他跑开了空当，对，他干脆不传，自己来了。对，所以他应变能力啊还是非常强。来，杨玉雷在右边动，还是想胜出吗？来，过去了，漂亮，再传。好球，孙杨！哇，孙杨的传中，这口袋打进半分进球以后啊，气势如虹。是的，哎，得势。上来的平球，利用身体将球护下来之后，再交给中后卫77号的钟楚开。后面的速度非常快，但是摆脱还在禁区之内纠缠。这个球，哎，连续的摆动之后，左脚的传球被对方的防守队员给阻挡。这个位置，助跑，这是想直接打门吗？脚摆应该还是传球，击中了咱们场边。这个球，你摘出来。哎呦，陷入两三个人的包围。王洛平，王洛平被对方球员一个，哇，自己弯了脚，这球有弧线。哇，这球的弧线很漂亮。但是偏正一些，对。来，这边又轮到下一个花溪牛肉粉队的进攻。但是前场的球，看看这会儿有谁多。好，给到杨平阳。杨平阳传球出现失误，哦，好危险，很危险。来呀！掌声也送